回家过年咯，阿美族。在那山很绿还很蓝的地方，有嘎噪想念的家，那儿有好多他想念的爷爷奶奶、爸爸和妈妈。还好暑假到了，嘎噪就可以回家过年啦。火车跑啊飞啊，穿越绿山，蓝海中，妈妈看着嘎噪的背包，说以前家人出门工作，只带一把刀和盐就够了。这么厉害，是啊，烧红石头，做槟榔叶锅子，拿溪水摘野菜，捕鱼虾，加上一点点盐巴，就是新鲜美味的石头火锅啦。何况过年是丰收季，那需要这么多零食？哪需要这么多零食？多了才够分享啊！嘎噪贼的说。火车穿越绿山蓝海中，爸爸说天神永远不老不死，不用吃，还拥有一切。他创造了人和灵魂，后来就有的阿美族人。哎呦，火车穿越山海中，嘎噪也穿越大巨人时空。很久以前，暗黑山头住着一群大巨人阿里嘎盖。然后呢，那个就不要念了。往着大巨人会使坏部落变得慌乱奇怪。爸爸说：“那该怎么办？”嘎噪问。头目就召集族人来召集会所。先把字拆拆。拥有事们日夜护守，可是平静的日子没有多久，大巨人又入侵部落，一拳锤破集会所，真粗暴。咦哟哒！还好勇士们直出
出出神梦。直出出神。出神哪里？出神猛力一拉，然后吧吧嗒，大巨人的手臂断了。没想到手臂落地。竟然是树干而已。族人出大巨人，这里没有族人。族人错愕不已，巨大人大巨人大巨人还嚷着散了，就闪了。山上多的树，多的是木干，族人害怕极了。勇士们想了又想，谈了又谈，最后头目当统帅。严格训练勇士们刀术、摔跤、射箭、长袍、拔河、负重、竞走、快跑、直石、旱撑杆跳、撑杆几个月后，大军集结。竹鼓咚咚咚，石头咻咻咻，飞越过河，大巨人叫着好玩，飞剑咻咻咻，穿梭森林，巨大大巨人大巨人叫着好玩好玩，火箭轰轰轰轰。大巨人呼火箭面呼呼呼呼呼呼火箭面了，嘶嘶嘶，大巨人叫着好玩，太好玩了。糟糕，连吃败仗，真让人挫折。是啊，有时难免会这样。于是头目整顿大军，不太小控制了，整顿大军，进行精神喊话，这是重要关头，我们要奋战到底，磨砺刀刃，明日突袭，真勇敢！嘎噪赞赏着。爸爸一听，带着期许的声音说：“你的名字嘎噪。”就是勇敢的守护者啊。然后勇士们撑杆跳过大溪，勇猛地攻上暗黑山头。可是大巨人不怕也不逃，只手指轻轻一弹，勇士们就地倒下。头目万分痛苦，又吞下败仗。
听到哪里啊？乌云笼罩，从暗黑。乌云笼罩。乌云笼罩，从黑暗山头。从暗黑山头。从暗黑山头，漫到族人心头。头目来到海边，空着心遥望大海。突然在翻滚的白浪中，海神现身了。他说阿里嘎盖是没有肉体的灵魂，灵魂只有祭典中的芒草才能打倒他，然后海神就消失了。这么神奇，嘎噪几乎着，是啊，就像灵光一样。灵光一现呢、啊？哎呀，灵光一现。灵光一现，头目奔回部落，动员族人砍芒草、做龙剑，发动神奇战役。天快亮了，头目领军立起长长的龙剑，祭拜天神和海神，祈求胜利。勇士们冲啊冲上暗黑山头，冲破黑暗心头，攻破山头的大巨人。头目高喊着：攻啊，攻破心头的大巨魔！嘎噪不禁高举手臂，握紧拳头喊了出来：如古东东，勇士们团结合作，手指龙剑，芒草漫天盖地。大巨人一看，吓得跪倒在地，说：头目啊，饶了我们，我们只是巨大的小人，巨大的假象罢了，再也无法使坏害人了。嘎噪充满自信地说着，最后他逃回汪洋海大海。从此以后，族人就有了平静生活，过年庆丰盛。丰收。丰收。故事声中，嘎噪回到家，想念的家，看到好多想念的家人。这时，男人们忙开会，忙做事，忙着跑来跑去，送讯息邀宾客。我能帮忙吗？嘎噪问。你啊，绑上铜铃就是帮忙了。爸爸说：“就这样，没错。铜铃叮叮当响，爷爷们就知道找你跑腿啦。”过年时，家族运动会首先登场咯，射箭、长跑、撑杆跳，一场接一场，好不热闹。夜晚时，爷爷们领唱祭歌，万能的天神啊，天神呀，我们感谢祖灵的眷顾、看护和丰收的余霞。我们即将要举行丰年祭典，请来享受酒杯的光阴，
和喜宴。那歌声一波波像浪潮，嘎到小声说，小声说，那歌声穿越时空，呼唤家人前来相聚。妈妈说，然后就欢乐的唱歌跳舞了。嘎噪开心的说，男人们手一牵，嗨，家人的情感凝聚起来了，舞一跳，嘿嘿嘿，家人的伦理之秩序传承了下来。我要去找爸爸妈妈。一拉住嘎噪说，一把拉住嘎噪说，注意看哦，爷爷们在那儿，在最里圈呢。啊，爸爸们呢？第二圈呀。没错，那圈圈圆圆，有大小和阶级，你可不能乱闯啊！啊，还有很多意思。嘎噪过年的唱歌跳舞，不只是唱歌跳舞呀。奶奶停了一下，又说，情人之夜的唱歌跳舞可以交朋友哦。真的？嘎噪侧着头问，情人之夜唱歌跳舞时，女孩子把槟榔放进男孩的情人袋中，就是在说交个朋友吧。那奶奶，妈妈们唱歌跳舞吗？嘎噪又问。当然要咯，奶奶妈妈们唱歌跳舞，送走遥远时空的家人，然后在欢呼声中带领家人们回到平常日子。巴格朗罗亲，年轻叔叔，大哥哥们吆喝着，嘎噪也在海边跑着，叫着巴格朗。年轻人一起捕鱼煮鱼，请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所有家人一起共同分享后，就过完年咯。火车跑啊飞啊，穿越绿山海蓝海中，嘎噪也穿越过年纪一中，家人们唱啊跳啊，圆圆圈圈转呀转，跳啊唱啊，亲手相连带带传